大家好，欢迎再次回到我的频道，我是阿静。今天呢，我要参我的朋友去骑车啊、去一个地方看一看风景。好了，不多说，现在我去找我朋友先。我终于到了啊！今天我要来的地点就是这个瀑布，这个瀑布真的很漂亮，带你们去看一下。看到吗？超级漂亮，这个瀑布很美。还有听我朋友说，这里已经是装修过了，而且它现在是有那些油路。他做一些油路，之前没有这样漂亮的啊。今天我是带我的老板，他们的老板来这边，我带他来了、啊、我带他来了，我带他来了。 OK OK， 厉害了厉害厉害厉害了厉害了，带我来的啊、哦、我带他来了啊，真的很漂亮。这里告诉你们、假如你们是 family 要来玩水可以啊、哦、而且又不是讲很远啊，这个地方很靠近而已啊、哦、有机会带你们的家人来这边游玩，我有一个东西要讲，也是可以。我有一个东西要讲，来你说吧。OK， 讲啊，我先跟你们讲啊，你们可以去 follow 一下我的啊 ，Facebook 背景好 ，OK，Insta、okay? 也好，还是 subscribe 一下我的 YouTube channel 也好。然后你们要来的时候啊，如果你们有带美女来的话，你们可以跟我讲。你这么多来，好了，你们也去关注他的 YouTube 吧，阿谦 TV。好了，我要下去准备一下我的东西，不多说，现在出发先。
好啦，现在我要下去瀑布这边，然后跟我的兄弟泡个咖啡来喝一下。好，现在带你们去看一下。哇，楼梯都走进了耶。啊，听我的兄弟说，这个楼梯也是新的，新造的，刚刚造而已。看到吗？前面就是瀑布，这个瀑布啊，假如你们觉得有烦恼的时候，你们来这边照一下，会觉得很惬意。看到吗？哇，超级漂亮，好漂亮的瀑布。这个瀑布真的很漂亮，超级漂亮，一看上去整条瀑布流下来真的太美了，有机会你们可以来这边看一下瀑布，真的很漂亮。好了，现在我要在这边泡茶泡咖啡喝，就在这边这个地方。哇 ，yes 都拿来了，哈哈哈哈，都不懂还会不会。看到吗？有火啊！看到吗？哇哇！看到没有？等一下啊，不好意思啊。在蹲是有啦，还坐了脚脚在那边，还要洗一下。不要开玩笑啦，我会的啦。真的吗？你炒饭我都怀疑你炒饭到底是买的还是炒的。哎，别这样，别这样。不要看我这样嘞，我很厉害的嘞。现在就是等水滚先。OK? OK? OK? OK, good! 现在已经水滚了啊，好了，现在咖啡要泡了， OK? 来，你没有啦啦啦啦啦一下没？啊，这个时候你们不需要了，教你们一个很好用的招数，把它关起来，关起来好了，摇摇一下就好了。这个是业配吗？ Yes。 看到吗？ OK, 等一下它会喷出来的。不要学，要慢慢的开，慢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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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开，要像对女生这样温柔，看到吗？咖啡大瑞，哈哈，没有开过吗？超级好喝的，哈哈。
好啦，先喝咖啡啦，等下。你口罩没有拿下来，怎样喝呢？你是要喝给人家看？不要紧张，不要紧张。还是说你不敢喝？来了来了，吹一下哦，看到吗？吹一下哦，吹一下会爽没 ？Nice， 真的吗？真的很好喝，真的呢？真的很好喝。OK。啊，现在泡好咖啡，当然是要享受一下喝杯咖啡吧。结果发生什么事情？太爽了，真的是很爽这边。好啦，今天的节目到此结束。喜欢露营的朋友们和野餐的朋友们，你们可以来这边哦。到底样什么地方？是阿耶德军，是里普里基。阿耶德军，是里普里基。是里普里基，哈 ，OK。好啦，喜欢我的影片的朋友们，记得订阅、按赞及分享。拜，我们下期再见啦。